日前，奚梦瑶与儿子何广深对镜自拍，他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摸着儿子的头，身穿白色长袖 T 恤，外搭米色长款宽松裙，二胎孕肚十分明显，腹部凸起，腰部圆润，看来怀孕中期的小明怀孕越来越明显，但整体感觉还是很不错的。他的脸还是那么紧致小巧，肤色也很白，边对着镜子拍照，边用手抚摸儿子何广深的头，看着小家伙围在妈妈身边玩，那画面真的很温馨。即使只是曝光了侧脸，何广深还是更像爸爸何猷君一些。小家伙长得很漂亮，穿着条纹上衣也很可爱。现在的小明已经暂时放下工作，放心养胎，一边照顾自己，一边照顾儿子，他的心情似乎很美。最近还经常分享自己的孕照，和粉丝们交流二胎的心得。虽然这次的自拍照中何猷君并没有出现，只有奚梦瑶和儿子，何猷君应该又去忙自己的工作了。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喜欢就订阅呗。